清经第十三卷，我们上面说了五蕴是含一百法，但是色蕴就含十一个色法，要破掉它不是这么很容易的。但是我们就要知道诀窍，就是在一体事物上不去嫉妒分别，妄自议论。虽然有色，虽然有相，亦是妙色，亦是妙相。虽然我们要起心应付一切事物，别人或者在物，那么这就是妙心，这就是真心的妙用，这就是妙心。我们举了一个禅宗的例子，是一位禅师和他的侍者共同在看楞严经的时候，看到经上说我若暗指海印放光，师者就问他师父，这个经文的意思如何？师父说释迦佛好似二十棒，实在不明白，问师父释迦佛有什么过错啊，要有翅膀啊。那么师父说要按指做摸，就是说不需要按指，这按指就是我们的行为动作一些操作，因为时时刻刻这个真如佛性都在我面前放光，不是说我们有时候举处有举动有行动之后才是它的妙用放光。你就是一切事不做，它也证明找到的放光。所以徒弟听了之后就说，你说不按指也是海印放光，但是暂时举性啊，就是起性动念，尘劳现起哦，就是我们念头一动就是尘劳了，就是妄想了啊，那么就把这个本性的光明遮蔽了，不见了啊。但是师父啊，听他这样一讲之后，立着，猛喊一声。也是海印放光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就是你们不要看一切举动的时候，就是起心动念的时候，都是尘劳了，那是错误了。我们要晓得，我们的举动正是真如的妙用。我们上面不是讲过这个意见王问一个圣者是性在何处，圣者说性在用处，是在眼要见，在耳要闻，在鼻要嗅，在舌要尝，在舌执着，在足运分。这个一切的举处行动都是我们的妙用，都是真心的妙用，就是真心的信心，不要当作是，那就是妄想执着了啊。所以他的师父猛喝一声，也是黑影放光，
就是要提醒这个徒弟，你要弄错了，以为是就是你不动啊，一个念头不响，甚至呼吸都没有，那才是黑影放光，那是死掉了。这个黑影放光是妙用性情，有大智大用，不是一点不动的。那个为就这个悟能禅师不出个记呢，悟能禅师说，悟能有伎俩，能断百事相，最近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，这就死掉了。最近心也不动，认为这是功夫的错误。我们叫成佛啊，是活佛啊，不是死佛。这死的人就半边了，变土木金石了，那还什么佛呢？那也不能体用，不能度生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所以我们是大智大用，所以业主换了个机制救他。他说慧能无伎俩，你证明他有伎俩。你什么伎俩了？你什么功夫了？假如在功夫上正是你心有所住，不空灵，不空灵有所住，那就是法执，所以不行的啊，要把功夫先打掉。所以法地以上才是无功之用，是大用，法地以下都是有功之用。接下来就说不断白思想，这个思想是用不得断，我的思想就是应缘即无啊，能够随缘起用，这才是神妙的。假如思想死掉了啊，像一块木头，像一块石头，那还什么用呢？所以说不断白思想，佛思想是宝贝，就我们上面说这个食神呢、啊，大家都害怕这个思想，就食神啊，这个食神是坏东西啊。但是要知道，我们认识这个本性之后，食神就是妙用，食神就是仆人嘛，是吧？正如是主人嘛，主人要指挥仆人做事嘛。所以不断白思想，家里说最近心竖起，这些境界我的心不是不起，还要常常起，因为不起心动念，你怎么没有起用啊？啊，譬如我们说法也要起心啊，也要动念啊，你听法也要起心也要动念啊，就是虽起心虽动念而不着相，就等于没有起心没动念，就真起之时也不见有相可得，有心可起，就叫做不起而起，起而不起，是没有。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个见到真性起妙用了，就是虽分别而不分别，不是一个死的啊，不是一点什么不知道，所以叫做彼量而现量，彼量就分别，现量就不分别，虽彼量而现量。就是最近心速起，正是其用。最后说菩提怎么长，这菩提正是妙心呢，大道呢没有长，你没有减少呢，就听你下面讲到啊，就不增不减了，是吧？下面讲。所以说我们正在因缘际物之时，这是真性的妙用，正是他放光。在当时是无起心动念了，那就是成老了啊，是你的处会。是什么呢？假如你起心动念了，你着相啊，念念不忘，在那境界转了，那就是妄识，那是妄心，是要不得的。我们只要随起随灭，
身体之事眼不见有心哭泣，那么这就是政治的妙用。所以说你们当初不动心是好的，不动心是死的，不好啊！我们要能够随缘起用，能够应景，所以借物借人待物，一切事都可以做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这正是我们的大用。是在听看师父这么一说啊，马上给你，我几十年自以为是起心动念就飞了哦，哪里还知道这样子个大妙呢？起心动念真是妙用啊！我以为是死的，一个念不起才是的，所以那就错了。所以这个五蕴要破，看起来是不容易，因为它含一百法，但是这个色蕴就是。是一个舍法吗？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非常容易，就是我们识的这一切舍相都是虚妄不实，都不可得，不去执着，不去嫉妒分别，不要妄自议论，那么一切舍相一切心想都是妙用，所以就是妙有真空啊。所以心经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佛呢说到此地又怕诸弟子错会了，这色和空是两样，色上有空，空上有色，这位两体是在下面也深刻赞论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这就是说色的当体就是空，色和空不是两回事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所以这个空呢是妙有真空啊。为什么妙呢？在舌上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妙，所以我们要修佛是要活佛啊，就在舌上不执着不分别，所以舌就是空，空就是舌，舌当体是空，空当体是舌。这个五蕴当中的这个第一蕴，这舌蕴一破，下面的受想行识这个四蕴呢，那么也就纷纷的破了。所以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要晓得受想行识也不可得，所以继续破，它也破妄。那么这个四蕴呢是心法，是吧？心法我们上面讲了有83个心法，五蕴呢是一个总法，一切法的总法总体，即空色蕴，那么受想行识色蕴亦不外如是之理啊，所谓一法破法法皆破，这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句话呢，也是受想行识也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受想行识，无蕴是总法，举业就反三，无蕴如是这些法也莫不如是，所以佛又护舍利子正德之名，而继续向下分别细论。那么先呢，前诸法空相，后空一切法。那么看经文，经文说：“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”这一节呢，是写妙体的文，
就显示这个信经啊的主体。信主体是什么呢？就是诸法空相。就诸法空相为体，既然是空，当然就没有生灭了。既然没有生灭，又有什么垢净，更有什么增减呢？所以诸法空相一句，就是从上面所说的，就是无蕴法当即是真空之相，而无蕴法是以诸法之种，所以诸法当即就真空之相无疑了，并不是诸法之外别具空相，诸法就是空，空就是诸法。凡夫的之间呢，总以为诸法各具形象，就则为实有，因为一切都有形象嘛，是吧？杯子有杯子的形象，衣裳衣裳的形象，房子有房子的形象，啊，都以为是实有了。其实呢，这些相啊，都是空离空性组成啊，空离空性者，就是我们的佛性。因为它是妙有真空，它不是完空，所以它能够应运现行。虽然应运现行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这相是假相，所以就不执着它，这叫做空离空性。这当体是空，不是实。那么佛呢，这个时候恐怕弟子们还迷之四法的生灭增减垢净为实有，来所谓诸法就是真空之相吗？那就生灭垢净增减之可言哦。那么就是说诸法都不生，诸法都不灭，诸法都不垢，诸法都不净，诸法都不增，诸法都不减。所以文经讲说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其实生灭垢净增减都是对待虚臾的假名，这生灭相对，垢净相对，增减相对。那么就是说呢，究竟是别无生灭，究竟增减生灭。佛在说的时候，说经呢，就是说在讲《方等经》的时候就讲，说不生不灭，不长不短，不异不异，不来不去。后来讲经的菩萨们对这个相对的这个理呀，很多的解释。说到这个不生不灭的问题，以凡夫的一般迷执妄想而言呢，没有一个不承认是有生有灭。以他们的见解呢，认为人的一生一灭，草木的春分秋谢景象清清楚楚的依然在目，哪里可以说不生不灭呢？不知道啊，这都是人的妄想执着的偏激之性。从前龙树菩萨读《中观论》，一个弟子说，一时无有时，未时也无时，你一时未时，时时也无时。以这个道理说呢，一生无有生，未生也无生，你一生未生，生时
皆无生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比如春天的草一长出来一尺高了，那么这一尺高的青草呢已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之后啊，这个名字为青草，就是我们大家叫它是青草。那么不能称它为生了，只喊它是草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个草成功成啊，这个生已经消失了，生已经没有了。那么生就没有了，那么有什么生呢？这就是说一生无有生。就好比一个青草原可以高两尺，那么眼前呢已经生了一尺，那么余下的没有生出来的一尺，因为它还没有生，所以也不能称之为生，它还没有生吗？所以不能称它为生，因为没有生的现象可以表现出来嘛。这是为贵生亦无生，没有生也是没有生。以这个道理说了，一生的草既不能为之生，那么贵生的草也不能为之生，生相都是缥缈不可得。那么离开这个以生为生，这个以生为生离开之后，还有什么生死空间呢？所以说生死皆无生。龙树菩萨写这个譬喻啊，去解释无生之念，这是蛮巧妙的。上面说的这个生灭是对待啊，就可以用这个句子啊反过来解释不灭的道理，就是说以灭无有灭，未灭也无灭，迷以灭未灭，灭之亦无灭。那么我们对佛所说的不生不灭，不长不短，不异不异，不来不去，这八种相，就明白这个不生不灭的理啊，啊，恐怕还没尽解释大众的疑惑。因为就知道不生不灭，难免之间在这个长短啊、异异来去方面啊，生疑见了。但佛又说，不是长，不是短，这个佛的所说的妙理啊，就是使人啊，很难理解和妙理。其实呢，佛说的都是一切东西都相对，相对的都是不真实的。有相对而有的都是虚无缥缈的，就叫我们呢知道一切我们都是迷路，就是迷途而是返，叫到我们回来，所以叫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就叫我们那个回头。就是我们现在再来讲解释解释这个断肠来去的这个道理啊。比如说假如一切常在，为什么今人不见古人呢？诸正是不常在了。如果是一切都断灭啊，何以今人可是古了？因为现在人是个谷米啊，稻谷啊，是古人传下的种子，那么诸正不断呢，所谓这个是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。说到不异不异呢，一是一个，
意思多个，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，因为一为相同之意，一是差别之意，不一者就是世上无一物非多数聚合而成，就是以我们人的身体而论，都是由皮肉筋骨五脏六腑等等成分组合而成，所以称一身体就是一众生，可见是不一了，就不是一个，是不相同啊，此部分非同彼部分啊，不相同自由呢，啊，就是心是心啊，肝是肝啊，是吧？不是一个，不相同。身体即为多个聚成，但如果说一定说是多个，也不是，因为身体仅构成一个身体啊，成为一个人呢、啊，所以说不多个，就是不易了哦。所以就是没有差别，本体为一，那么有什么差别呢？由此可说，多是一，说一是多，无法超人绝对言语道断，由此可见一般呢。又说到不来不去，若说来，试问人自何处来呀、啊？不来亦何以有人呢？说去人将从何处去、啊、不去何以人必有死啊？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作于偏激者，就是我们执着妄想分别而成，因而才有生有灭，有长有短，有业有义，有来有去。以上呢就是对不生不灭的意义啊解释，而旁记到不长不断，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的妙理。关于这个不生不灭，就是要我们修行正道的无生法忍。实际上一切思想相对的都是虚臆，有绝对的才是真心，相对的都是妄想。而心里这个相对的假象都是由我们分别记住执着来的，所以叫做偏执之心，把这个偏执的挡倒，是吧？就叫做是依他起心，依他起就是事物都没有自体，都是因缘合成，而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自性的显性，所谓识得依他起，就证得圆成实，就是圆成实性，就是我们的心，这个佛性。这个佛性呢，就上面所说的空理空性。从前庞居士说个句子是很好，庞居士他一家都成佛的，他说我由然不混，就是他有男孩子不结婚，有女不嫁，他有个女儿还不出嫁，
因为他们一家儿女老婆都成佛，都成就，合家团团圆，共说无声话，那这个都妙趣，一家那不来胡说无声话，无声话是无话可说也，啊，也不是不说话啊，尽管说而无助啊，就是无声话。后来有位和尚活一个偈子，他说无染苦恨，因为他们出家人不是在家人不结婚，哪里有孩子呢，所以是没有男孩子可以结婚，无女口嫁，他也没有女儿可以出嫁。那么第三句呢，他不是没有家吗，所以他说大众团团圆，因为生是大众，四人以上才能生，生这个生并不是单数，是复数，所以合在一块儿就合众团团圆。就是说什么无声话，还说明是无话可说的，说什么无声话。但是我们也可以再说一句啊，再学一句，因为对居士们讲来啊，是可以变化很多的。说并不是说古人说的话就也到了顶点了，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，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说有男一婚，就是说有男孩子也可以结婚的啊，并不是不可以结婚，因为我们刚刚说无为而无所不为嘛，只要心没有念着都是可以做。有男一婚，有女一嫁，有女孩子也可以出嫁啊，并不是不可以结婚不可以出嫁。那么第三句我们改一下，就是子子福生孙，就是结婚之后养了孩子，养了儿子，养了儿子女儿之后再结婚又养出孙子，就子子福生孙啊，就子子孙孙延长下去。第四就是说世说无声话，这个子子孙孙孙孙不已啊，这就是无声，这是妙用。因为无声并不是不生啊，假如认为无声我们就死在这儿不生了，是那就小乘法了，是那是犹豫涅槃，认为它是了生死，大众都是生死，那是它不了变异生死，这个变异生死就尽管生而不生，就尽管变而性不异，所以妙用重重，自在无碍，是般如来净灭之海，游戏三昧，这就是说无声话。经文里面的这个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这正是不虚之理，因为它都本于这个般若本体，这般若本体呢就是诸法空相，因为我们说这个佛性呢是无相可性，叫不口名相，是诸法空相。这垢净之相呢，人所承认的，都以为是有龌龊啊、误会、有清爽啊、有清净，哪里知道啊？得了这个误会就是误会，知了清净啊就是清净，其实也了无定向啊，是各凭主观，通通外乎你自然的一个主观执着而已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乡间路途崎岖啊，这个都是人
不慎就不小心了，失足跌了一跤，那么手上染了猪粪啊，那么打过之后就认为清净了。假使有自个的一块手牌啊，染上这些粪之后呢，他就以为再洗也不清净，心中啊总不免有所疑忌，认为这个是藏污杂秽的东西啊，难以恢复清净，那么就把这个手牌就要灌掉了。那么他的手呢，因为这个手是他身体一部分呢，是吧？那么手不能换掉啊，手拿刀粘掉啊，这他打过之后洗过之后他就以为是清净，因为他的手这个手就身体不能够离，是吧？没有办法想，就认为是啊洗过来是清净了。而手巾呢，因为是可以剃掉的啊，这个手巾是不什么值钱的嘛，是吧？所以睡巾洗过之后啊，还是认为是污秽不清的，那么就要把它换掉。再比方啊，也乡下人到上海城市里来，看见一个新产品是搪瓷的啊，上面有花有盖子，是吧？很好看啊，这个搪瓷的器皿啊，这个器皿啊实在是上海用来做便桶的啊，因为这个乡下人他不理解，他看这么清爽这么好看搪瓷啊，就买回去啊就装饮食东西，他已经用了半年了，他心安理得，因为他不知道这是做便桶，还蛮清爽的，哎，把吃的喝的东西装在里面，他用了，心里蛮开心的，蛮一饮自得。但是有一天呢，那么请客，客人到了，他就用这个。他心里认为很满意的这个器具啊，这搪瓷便桶啊，装的饮食啊，来享客，给客人吃。哎呀，很多客人来了是从上海城市来的，你看，哎呀，你怎么用个便桶盛饮食东西给人吃啊？大家害得怕逃走了。那么这个乡人说：“哎呀，这是便桶啊！”哎呦，心里是也不是像从前那样子一言自得了。啊，心里蛮懊恼蛮难过的。你看这个便桶啊还是新的啊，没装过粪呢，那我叫它是便桶而已啊，其实不是和其他的饮食这个成器一是一样吗？有什么两样啊？在人的自作性哦，认为这是便桶啊，不能装这些东西，那么使得一众心里都不开心，这个宴会啊就不欢而散啊。你看这个例子看来就是都是人的自作性啊，其实新的便桶装着吃东西有什么关系啊，这自作性是不可以、啊、但是这个乡下人他用了半年了，他也没有心里难过，给大众都没说之后他心里难过、啊、所以这就证明都是我们的偏激之心、事实上事物是没有垢没有净的，就是我们来分别它是垢是净、所以一切都是妄心作怪、再比如我们做酱啊，酱啊是调味的用品，酱油也是酱做的啊，可以增长人的食欲，但是做酱的过程必须要发酵生蛆啊，那么商人呢就把这个蛆啊去掉之后卖给人，是吧？啊，做成酱油卖给人，
那么买的人呢，酱买回去啊，酱油买回去啊，也有人是买清洁。假如你去清安看一看呢，那个酱里面的蛆啊叫蠕动啊，你就大吃一惊啊，要掩蔽而过了，要想哎呀不清净不清净，那么你还敢把它嘴里面去吃吗？是这样想来啊，是人家这个妄心执着啊很大，这酱里面蛆啊，野里面草啊，是难免的。又比如这些蛆啊，在粪泡里面啊，它蛮快乐的啊，它犯上犯下啊，以眼自乐啊。那么人看到这个粪是龌龊的啊，是污秽的，那么这些蛆虫啊，反以为是清净啊，它蛮自得的。又比如天道的人看过人间是不清净的啊，那么四果罗汉呢看天人呢也不清净，所以天道人看我们人，四果罗汉看天道人，就等于我们人看粪缸的蛆一样。所以这些垢净之间呢，实在是没有一定的界限，哪里是垢，哪里是净，是没有一定定义，其实没有垢净之可得。我们信垢，那么就垢了；信净就净了。这垢净者，都是我们人的迷昧真理颠倒之作，所有生啊。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，修净土的人呐，心要清净，才和净土相应。心假如不清净，执着了外相，说我吃素很认真，荤锅子也不碰，荤筷子也不捏，这个外面的影视品我都不去买，认为是很清净。那么反过来，他的思想执着得很深啊，这样要有，那样要多啊，家庭儿女放不下啊，那么这个心里还是不清净，心里不清净和净土就不相应。是心就是土，土就是心，是心净是土净，心不清净乃至诸相外相清净，终究不净。你心念念着了这事物不放啊，家庭啊，金钱啊，儿女啊，在心里面深深的诸相，这个心是不清净，和净土是不相应。所以我们真修净土者，就是用这句符号把心里的污浊打光，就是把心里的执着妄想扫光，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点都不粘着。那么你心清净了，就是当下生净土，就是用现生净土，不需要等到死了之后才生净土。假如你不能现生净土，你要想等死了之后生净土，那你生净土把握就小了。我们要现生净土，心里清净无染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什么金钱儿女家庭都放下，都不可得。那么甚至念到最后，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也不可得，深入念佛三昧，这才是施主的把握了。所以我们要生存要知道的垢净，垢就是我们心啊，净也是我们的心啊，是性垢之垢，性净之净。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就用符号
扫荡我们的妄想，扫荡我们的习气，一气不足，一气不染，念佛也不可得真正净土，这才是真正净土。那么再来谈谈这个增减，增减呢也无本位，因为增里面就有减，减里面就有增。例如90天为夏令炎热的天气，今天度过了30天，可以说肉天已经增进了30天，但同时也可视为肉天已减少了30天，因为90天之数减去30天，所余的就是60天。所谓无情岁月增中减，这句话就说明寿命增长就是减短，这个意义啊也是这样。譬如我们人啊，今年60岁或者70岁80岁啊，倘是寿命本来是只好活90岁的，那么所余下来的呢就是30岁20岁10岁咯，以后嘛多活一年，表面上增加1岁，那么实际上就减去1年啊。所以增中有减，减中有增啊。再说这个增减，这个佛性啊，是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，并不是我们成佛了就增加了啊，我们做众生呢就减少了不少，因为他这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乃至你小的蚊虫蚂蚁乃至细菌，他也是不减少，因为他是无相之故，所以一毛转就转这个大法轮。所以要晓得我们的佛性呢是没有增减。又说到世界上的一些众生，有人就说现在人类怎么这样多啊，从生下来一下增加那么很多吗啊，你说不增不减，现在人已经很多了，比从前很多了多了啊，他不知道是6道轮回的。我们咬一勺子那个鱼虫看看，那一勺子里面就是好多万这些生物了，6道轮回转来转去是不增不减。就是一些众生都成佛也不增加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佛性无增减之故。所以上面这个不垢不净了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佛性再凡不垢，再圣不净，因为它不受制一切东西，不过是暂时的妄想执着而已。所以明白这个真理就知道了。总而言之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呢是中道义理。佛呢和我们人执着诸法认为是实有，因为它有相之故认为实有，所以就有生灭垢净增减的变习，因而发明这个真实不虚的道理，来去掉我们人的妄执。佛说了一大藏教，也是
49年药店一个外护吃，所以看一看这个全集文的这个意义啊。偶运气数当体即空，那么五运是诸法之种，这诸法无一不是真空之相，随之亦无生灭构尽增减之可言。换言之，就诸法空相中当然是不生不灭，